再度获得。怎么好好讲话？全属性都没问题的，好吗？交给我们。哼，那还用说？二九三十，所以再来是这里掉落三次以下完成，不能摔。一开始就一个分岔路。一开始直接大，话说感觉可以用那个冰冻，我等打完的时候再来。哎，他一开始分叉，总觉得这里才是正确的，有点过分呢。我是武器强啊，哦，这就是那个古代文字。哎，反而是上一关我们没有找到古代文字点。哎 ，lucky lucky， 还有看到门，怪怪的，有裂缝，抓到，所以这边果然才是正确的。看到哎、欸，那肯定的、啊，因为我该走的都走了。我心的，直接大爆射，通通射烂。哦。一次，啊！哇！呜，差点要没气了，哦，都不敢呼吸了。直接干掉他啦！来来来，哦，直接，嘿哈！上面这里呢？哎，可恶！等一下才要走，先都把你这些怪给打透透啦！哎哎哎哎！嘿嘿嘿，心脏很不好呢，他那个太快了。大家其实可以很远，很远就拉过去。
有够可怕！喂！有嘞！练呢？他是不是裂的啊？哦，没事。没想到这如果还会裂，还会摔，哎哎哎！真是各种吓人的。有，get。安全。上面不拿，是想逼死谁？又是两条路吗？这里感觉是隐藏的，是吗？是吗？不是，正确的路。等一下再来。我会怪怪的哎、欸，哦，还真的这么远，这也算是蛮难得的。好险！有着不能摔的压力，就整个压力山大。来，直接灭了你们！哎呦呦呦！又有新魔法，死亡冷冻者 ，nice， 冰晶长枪。太厉害了吧！哎呦，果然是中阶的，125。有点类似之前的小招，然后变成射很多，然后感觉也是一样，是自己会去，自己找怪。还行，哇、哦！居然直接勾到这里来，好猛啊！克利尔，轻轻松松啊！再来，我记得不是那个最强的吗？海姆之柱，拥有最强大力量的精灵。
哎呦，外面很多宝石可以舔哦。虽然我们已经好像完全不缺钱了。会不会一直有这种东西要用？你就不简单，来吧！止まれ！止まれ！虎王阿尔戈尔分道扬镳，这都是忠臣啊。帮你取回力量，让你来对付我，我真是好人。好大哦，翡翠剑王。哦，没有那么大，哇！但是他好多宝剑。不是这样玩吧？嘿，对不起，护王，忍不住打个喷嚏，相信你会原谅我。哦，不是，跳下去，他屁股对着我。喂喂喂！哦，看到了。又跑！再来啊，再来啊！轻松松啊！给我下来！下去吧，翡翠剑王！用他的魔法打爆他。この私を挑撲する者が現れるとはな。これもまた定めか。再创世。